住嘅开，好事齐来，一刀切到尾，拍摄由头好到尾。哇！就是青春耶！今日系基地开幕同埋节目开镜拜成嘅日子啊！啊 ，feel 到所有嘢都系涌紧埋嚟嘅。我知道咗有基地之後咧，其實真係好興奮、好開心，大期待有呢個基地啊！期待咯，因為我唔知佢會係咩樣啊，我唔知入邊有啲咩啊，成日都諗會有鏡房啊，會有廚房，會有地方俾你休息，即係好似個屋企咁樣，即係我好期待係咩樣。我期待咧，好似住 hall 咁樣咯，大學即係可以一齊生活啦。咁然後又想一齊煮嘢食啦，因為聽講有廚房，同埋之前聽講應該係會有練習嘅地方，又可以一齊好熱血咁樣一齊練習咯。其實咧，好多次嘅拍攝咧，我哋已經經歷咗幾次嘅通病啦。咁所以我就諗到會唔會個基地咧係課地去練習啊，拍嘢拍到好晏咧，就可以瞓到第二朝坐籌班車走咁樣。我覺得一定有廚房，我哋應該好多時候都要喺裏面，我哋要食嘢噶嘛，所以咧。我哋就喺廚房度煮嘢食啦。廚房，因為食嘢好緊要，最好咧有鏡房，因為大家可以一齊練舞。仲有一樣，我覺得係鏡房，因為我哋成日要跳舞咧，跟住出去 book 場啲難咯，18個人咁多人咧，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鏡房。大鏡房冇錯，正。我哋而家一齊去 touring 啦！個廠景係好靚咯，成個嘢都好舒服，好似屋企，真係好似屋企咁樣。但係轉咗入到去個台之後，就變咗即係真係工作嘅地方。Fantastic， 超靚咯，個廚房真係好靚咯，好似人哋嗰啲吧裏邊嗰啲。係啊，即係我見到有咖啡機咯，之後就話哇可以沖咖啡飲燒種啊，同埋有舞台，即係冇見過一個室內廠景可以有兩個台，因為佢直情係搭咗兩個好似舞台仔嘅嘢出嚟，好似俾我哋會去表演啊或者訪問咁樣。跟住中間咧嘅嘢就係一個廚房啦，跟住有個 sofa， 個地方都幾大，係坐得曬我哋18個人咧，又好生活化。咁其實咧喺呢段日子，相信佢哋咧都需要大家更加多嘅支持啦，同埋鼓勵。亦都因為咁，我哋就設立咗 Union。我哋掌聲有請聯盟召集人 Jason 陳柏宇、成員黃正立同埋我哋曾樂彤，歡迎三多位。當然是很興奮，亦都很開心，我都很希望可以將我學到啦，即係我之前可能做 model 嘅一啲心得啦，又或者經驗啦，去分享俾佢哋。都希望佢可以即係藉住我係一個其實叫做樹窿擔當啦，咁就希望佢哋有啲咩心事啊，或者有啲咩開心唔開心都同我分享，可以幫佢解下壓力啊，輕鬆下咁樣咯。收到呢個節目組嘅邀請嘅時候咧，我係勁期待啦，同埋大家咧有一個一齊進步嘅 vibe， 我覺得係好期待嘅，因為其實呢個節目由而家9月到下年嘅1月，都真係有半年嘅。日子我想不熟大家都會暈到熟，可能會吵架。我那個角色定位呢，我覺得是陪伴比較多的，給到一個感覺就是、我在這裡陪著你們，我自己都一直成長著，又或者可以給一些建議，我覺得這一件事是我最想做到的事咯。很期待跟他們有個 connection， 很期待看著他們的成長，還有參考一下我的女兒去到他們的年紀的時候究竟那個相處會是怎樣。那知道有些參賽者其實同一時間也是在讀書的啦，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喺時間分配上面咧，係的而且確要捉得緊啲嘅，的而且確係要學習下點樣去將自己，因為既然固然之讀書係重要嘅，但係同一時間參加呢一個選秀節目，亦都係即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嚟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好好咁樣去 balance 到呢一樣嘢咧？點樣可以兩者喺呢一個有限嘅時間裏邊做到最好咧？咁呢個就要好好咁學習，同埋要記住要堅持啦。即係相信唔係每一位佢哋年紀嘅人都可以擁有呢一個經歷啦。咁所以要 cherish 呢一個機會啦，同埋盡量去 enjoy 個過程。